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Super Junior 刘物对于酸民留言的回复。 这是刘物 YouTube 频道底下的留言。刘物，减减肥吧，因为谈恋爱所以不能管理身体吗？那你为什么要赚粉丝的钱？直接退团跟你女友一起经营咖啡厅吧。身为十多年的粉丝，真的感到很傻眼。对这个留言，刘物亲自回复了。原来我让你很傻眼了，其实你也让我很傻眼。说喜欢我了十多年，还蛮恐怖的。这十年来，你会不会是在喜欢，正在喜欢一个人的你自己？请你真心的观看一下你自己，然后这不是因为你赚来的钱，而是我自己努力赚来的钱，是你想象不到的努力以及时间。请不要随便 乱说，然后请不要过着给人伤害的生活，这经历太可惜了，以后不要爱上任何人，永远一个人生活，不要再给别人伤害了。对于刘物的回复，有少部分网友们表示，没有粉丝你还能赚到钱吗？真的，粉丝的话虽然有点过分，但是我看刘物也是没能控制好情绪，没有粉丝就没有明星，更何况是 idol。 但是大部分的网友们表示，他们觉得粉丝们不是在买专辑写真集，而是买了艺人的人权。十年粉丝的话，绝对不会说那些话，就算脱粉也会安静的脱。粉丝的话应该最清楚，这十年来刘物是怎样对待粉丝们的。 这种人到了政府机关就会说，你的工资是用我的税来给的，非常机车的那种类型。留酸言的那个人，实际上应该没给刘物花过半毛钱的 QQ。 酸民算什么粉丝？是你生的吗？因为谈恋爱胖了一点说这些话的话，去入坑洋娃娃或者是土地吧。 看影片的大家，我们今天也来健康的追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9月份男团、女团品牌形象排行榜30位 Kaseven。 29位 미래소녀 28位 블락비 27位 B1A4 26位 트레저 20位 FT 아일랜드 24位 골든 차일드 23位 뉴이스트 22位 온앤오프 21位 픽스 20位 SF9 19位 Big Bang 18位 ATG 17位 Pentagon 16位 Winner 15位 NIPON 14位 Monster X 13位 Infinite 12位 Tomorrow by Together 11位 2PM 10位 Astro 9位 Shiny 8位 Super Junior 7位 EXO 6位 B2B 5位 Seventeen 4位 The Boys 3位 NCT 2位 Stray Kids 9月
在男团因为是旁看出征的，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达成、夺回、停止、 Billboard、 中国粉丝团。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60.71%。接下来是女团排行，30位 After School， 29位 EXID， 28位 Cherry Blue， 27位 Ladies Code。26位 Vicky Miki， 25位 Momoland， 24位 FX， 23位 Birthday。22位一姐。21位 Brown Eyed Girls， 20位 Dreamcatcher， 19位西尔喜，18位 Weekly， 17位 Laboom。16位 Yozait， 15位意大利索尼，14位乌珠索尼，13位 Stacy，12位 April。11位 Promise Night， 10位 A Pink， 9位 Mamamoo， 8位 Love League，7位 Oh My Girl。6位 Brave Girls， 5位 Twice， 4位 Aespa， 3位 Red Velvet， 2位 소녀시대，九月女团排行一位是 BLACKPINK， 最多相关关键词是记录、突破、出道、 Lisa、 YouTube、 LaLisa。 正负评分析结果，正面评价占 84.07%。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